当时啊，就是讲你这个善书生的闭关闭关，我来讲哦，你这个代志卖管咯，你来要管咯，我让你好看哦。哎，等下，你哪怪我啊？哦，我知啊，一定是迄个妖道的分身附在这个少爷的身躯哦。哎，我来讲哦，我会安尼做，我是要跟你斗三工呢。鬼也会共斗三工啊！你唔相信？我跟你讲，这鬼有分好鬼甲歹鬼，我就是好鬼，未输过咱恁凡间的人有好人甲歹人同款。不管啥物鬼，我就是专门在抓鬼的，好鬼歹鬼我拢爱抓。司机，司机啊！司机啊！司机啊！你有听到无？这是叫善书先生。哎呀，咁可能都无进去，我那无。我小弟奶多是这点呐！哎呦，哎，我真搞笑啊！你看金针妹哦，你规身躯变啊，拢规衫裤拢湿面啊嘞！哎呦，人咧作官哦，甲你啥地带啦？卖共叫了啦！啥物我咧甲叫了？人咧古早时代吼，为真要斩灵王，一定捉袂到啊！尾下迄李世民吼，啊，硬开始甲一三个尔好，尾下就捉到了。哼，正经哦，要考试题目拢无在的。即摆讲这个故事哦，变甲遐尼色情要创啥？好啦好啦，大家吼到斗阵嘛有感情，我甲压一下啦，我看伊安尼身体挡袂住啊啦。无，我唔是故意，我唔是故意啊，我唔调工的啦。哎哎哎，嗯，啊，奈遐忝，啊，我来说，啊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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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病未？少爷，少爷，哎哎哎，少爷，哎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恁俩拢在遮？小弟，小弟，少爷，你做什么代志啊？嗯，请问啦，啊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小弟呀，哎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啊，即既然吼，啊，你已经醒起来呀，啊，无吼，我想要等你休困。哈哈，无，你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无，我入来呀，哈。孙娇，哟，哦，怎么啦？我若感觉来，连我来骨头拢酥了了，腰酸背痛，敢若袂输去爬山拄转来哈？啊，是是安怎？你都唔知影嘞，你拄只吼，敢若去互鬼刷着同款啦，讲哦。要赶我走，佮教我骂，你还佮打我打嘞呢，害我偌伤心嘞！啊，这哪有可能啦？这青木啦，我佮伊离都袂远，哪可能敢佮你打啦？诶，敢讲我真是去耍着？是真实的啦，我拄只吼看你安尼，不但家己安尼细细点哦，而且吼佮讲要掠甚物善书生啦，还佮家己安尼变来变去，打来打去哦，真正吼。敢若用要甲这个厝关掀开同款哦！哎呦，啊，听伊安尼讲，啊，我唔敢来起笑的。嗯。啊，当食啦啦咯，啊，我即摆吼，伊阁加一项枕头啊，嘿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吼三太子，啊是讲吼王爷要撩我去做当机啦。你，哦，袂乱讲你。是讲，请问啦，啊，假使讲我若做当机，啊，敢听我娶某啊？吼，你大概拢问这啦。你若真正做单机吼，我着做倒头啊！啊，咱两个吼，永远拢是一对，我永远拢袂分开。有影有影。三太子，三太子来啊！你是不是搁叫红心啊？甲你骗的啦！来看小弟。来，你今麦今日是客袂好啊？你补完去啊？我小弟在里面啦，来。还袂歹了，还袂较好无啦？较好，明许个舞一个吼，用我半条命，搁较好。哎呦，你真是哦！金针花啊，你我唔是挑工的了，你并无受气的啦。我嘛是为你好啊，我是讲你肝憋干呢，我唔只想要甲你下一下好，有较好无啦？唔免想要较好，我后日下三下一条，我碰见你，你是讲这鬼人这厉害啊？你看起哦是南宋的书生呢。这狗嘞这么好，我勒奇怪嘞。你讲安尼嘛不对。迄书生，书生我得读书人啊，读书人哪有功夫？金针花拍算哦，是你比较功夫啦。你是乌白讲啥物？唔是我勒臭蛋，那我接十摊哦，上少哦，
搞会死人才，哈，好。这个小鬼吼，我唔像恁这厉害，我绝对用一头甲顶下尾。哼，什么？图书馆无看？是啊，我都四界拢去找过啊，都找无伊个人。我看吼，是凶多吉少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迄、那个图书的法师无法度将青木甲赶走？啊，等咱以前所卡遐的银两，啊，毋拢白了的。无喏，老爷，咱若毋是这图书来。咱要来知影厝内底有这歹物嘞。哦，就算咱厝内只有歹物啊，伊日时也嘛唔敢出来。即摆上重要是将亲门囝赶出来，然后嘞来云安遐将个账诶绩效簿甲摕起来，所有家己财产拢来个得个手诶。相公，安尼做敢好？安尼敢那袂输用抢诶呢？嗯，啊抢我抢嘛，呀，即摆来抢。哦，真正遐，即对翁仔某伫咧做代志哦，有影袂输甲咱咧欢茶夜就走咧，上转啦。煞来去十八个骂我讲小作歹物啊，笑我一时也唔敢出来。哼，两百年的道行，恁爸一时也唔敢出来，我绝对要甲恁见过，甲互恁好看好看。哎，明姐，安怎？哎呦，哎，咱阿哩做甘好？什么阿哩唔好？你唔是叫回电话啊？啊！你叫青木来，我趁你无注意时哦，要按后头讲好呢，然后走咱这城外的红高也把断掉。阿妮哦，青木姐啊，请来来，快点，快去做笔。哎，青木姐啊，请。李小姐，听莲花伫咧讲，你找我有代志，啊，唔知是有啥物代志吼？阿罗，哎。哎，都哎！高雅，李小姐，潘青门来，唔知有啥物代志哈？你去遐顾一下，咱无代志徛遐。我甲恁讲啦，小摊吼是两家人啦，人俗语伫咧讲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害人害己。早晚就家己死，啊！卡斯讲吼，你若还佫执迷不悟，还佫原形不改，早晚哦，你是会吃亏的啦，知无？老爷，春姐，敢袂佫叫歹命附身啊？歹命附身，你袂煞无咧信的，毋免佮讲一了死。你耶！哎，住伫这边，即摆是咧装潢啊，是咧拆厝哈？救人！好，有人在看救人。好，我来甲看嘛。在我母体，哎，恁真真无聊嘞，哈哈。啊，是安怎啦？阿都，我，你毋捌看过我？你们怎么不要做了？你们怎么不是什么人呢？